你踢小狗干什么去？那个屋里搁屋里拉屎喂畜。这什么东西？畜生！你俩去哪弄的？狗窝吧？狗窝啊！狗窝啊！搁那个水荡秋千，你也多有才哦。嗯嗯。我都为了让荡秋千，给狗荡秋千。哎呀，我给他买块肉。这多少钱呢？掉钱了。来是铁呢。掉钱了。来是铁呢。二十七也不便宜。来是铁的。那这一块得不少钱。三。你买这样怎么吃？俺不会弄。三十块钱。弄个水煮肉片给你吃。你弄好吃的吧哈。那必须啊。弄那个水煮肉片，肉是里脊肉，我这个红瘦肉都行了。咦，肉片我趁着肉断着了，我要切的小的。改天让你了解刀工才行。你这叫肉片，这叫肉桂肉，肉桂桂。你看看这牛这啥什么东西？这叫肉桂桂。这牛这叫什么？你只是说，这比黄瓜面膜还好啊！那你切来来来，对吧？肉片吗？这旁边还不行，好，你看，地瓜粉。嗯，管。卤豆芽、包菜、金针菇、豆皮，好，开始。我不用刀，手撕就行。怎么右手比较细呢？这个东西太好东西了，火锅料。吃水煮肉片就靠这个东西才能提味，还不能放冻。打开煤气，点火，一勺，两勺，怎么样？嗯啊。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。葱花、油盐放在里头，加入水，好，锅开了，大料、孜然、老抽，先放卤豆芽进去煮，卤豆芽，好，卤豆芽好了，捞出来。开了，把这青菜弄这些佐料煮出来，肯定好吃。我要加点肉给你哈，来，味道绝对绝了。下面煮什么？我放肉，学着，不要我天天叫我弄饭给你吃。放肉。我学会不就得我干了？你要吃想吃，你老公我还干，对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也那锅碗瓢盆就这说的，我也拿十几年了，我都拿够够的，天天搁家伺候两小孩。肉不能煮老，我尝尝，我先尝尝。这是啥？没熟，没熟，还不吃，没熟。你要不要跟你俩干，一起帮忙？啊，不要，你不能干。妈呀，那混海了，连个打杂的都不要还？不要。你不要拿，俺就连羊等吃了。你这能就我吃就行，俺就坐等吃了哈。嗯啊，行，好，嗯，你去玩吧。那辛苦了。妈呀，还不好意思了，今天厚脸皮还说不好意思了。辣椒、葱、葱花啊。放点芝麻，麻椒，好，热油烧开了，我呢？妈，我的，儿子，奇怪了，我做，我就说是我做的，妈呀，好看哦，你光，这肯定好吃，没想的，没想哦，不好吃，真好吃，你不吃啊？你太胖了。
头抓着不？好着，我先尝一口哈。我要喝点酒。喝什么酒？嗯、我先尝一口。嗯，好着。你不给我吃，白天。拿酒喝。白天。来。还晃了还、啊、你干不？啊。你，那这还红着眼呢，还脏了呢。哎呦！你吃豆皮能减肥。那真肥哦。你吃豆皮能减肥，肉给我吃。怎么样？喂，妈呀，你慢点。我赶紧塞一下。啊。